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 Iron Kid，它可以很轻易的自建自己的件库，然后可以很轻松的管理我们自己公司的设计图档。那我们使用的 Kicklock 在这里，在常用新建里面，常用新建，我们回到 Iron Kid，在这边常用点选新建一下，你可以发现在你的右边设计元素库的。这下面多了一个叫做设计元素库一，那你可以以此当做你们公司的图库，到时候可以再改名字。那首先我们先把我们建好的零件直接拖进去就好了，这样子你就可以发现这边有我们刚刚设计完的零件。好，那接着我们需要存档，在这里点选保存。保存，那我们就直接存在桌面上就好了。那你们可以打自己公司的名字，譬如说我们是 3DWAY 学弟位，那我们按存档，这样子你可以看到你刚刚是设计元素库一，那现在接下来的名字变成 3D，就是你刚刚所输入的名字。好，那之后如果你把你的 IronCAD 关掉之后，你想要重新再开一个。图档的话，它还是会在里面，就是 3DWAY。你刚刚出，可是如果你想要把它关掉的话，一样也是在常用这里有一个叫做关闭的功能，就按关闭。那这样你刚刚的 3DWAY 就不见了。那怎么叫进来呢？一样也是在这边选择打开，选择你刚刚做的 3DWAY 开启。这边就多了一个 3DWAY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是你刚刚所画的零件，那我们直接拖出来就好了。那我们的特征也都是跟刚刚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好，那我的介绍到此结束，谢谢您。